长官，我怎么觉得大藏的头疼病犯得这么蹊跷？哼，什么头疼病？是他怕丢人，找他借口。把车给老子停下来！哎呀，娘呀，这又是砸了！哎！别动！你们这是谁呀？下了他们车。哪部分的？连长，他们八成是八路，这家伙就是前几天鬼子要枪毙那个八路军运军队的队长。搜了他的车。是。哎，拿点什么？哎，别动，过来。哎呀，松手。不是，松手。哎。